殿下，你要想见太子嫔的话，奴婢就请便是了，何必跑一趟呢？他从来不对我说真话。殿下，那是曹才人，他应该是没看到殿下。如果看到的话，早就巴巴来请安了。走吧。 洛阳红真好看，不，还是太子嫔画的好，富丽雅致，纤毫毕现，堪称妙品也。 这叶子颜色太艳，整幅画反倒显得过于甜俗了。都怪你多嘴，非要坚持用这个颜色，反倒毁了一幅好画。今儿这是怎么了？殿下明明就站在这儿，他们却装看不到。看看，吴才染，哎别，吴才染，我叫你别。 您瞧见了吗？自打太子嫔入了东宫，他们整日都去他店里，丝竹弹唱、女工作画，吵吵闹闹的，哪还有半点规矩？您瞧，正暗暗叫着劲呢。你不也围着他转吗？我就是想瞧瞧他们能做出什么不守规矩的事儿吗？殿下，你管管他们才是。殿下。